好，我是来自台湾黎明技术学院化妆品应用系徐秀慧主任。我现在在韩国参加由韩国美容师中央会举办的国际彩妆大赛。这次我们带领学生来参加时尚新娘、新娘彩妆还有梦幻的一个彩妆竞赛。这次学生为了准备比赛，从暑假开始到现在准备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除了放弃放假的时间，还有遇到一个梅季台风。同学们除了一个积极的态度以外，还有符合我们平常教导他的永不放弃的精神。感谢黎明技术学院的全力支持，还有最辛苦的简美姬老师的指导。希望这次的成绩能够为黎明加分，为台湾争光。한중의어떤교류가이루어지길바랍니다여러분들오늘화이팅하세요화이팅화이팅화이팅Welcome to Korea.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Simon. Yeah. Okay. Thank you. 자 지금 나오신 분은 대만의 손님입니다. Welcome to Korea.